别笑，最近来说道歉，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主题必胜功能所提供的节目。咱今嘛爱讲吼，早安吉祥，然后因为吼吉祥真的是跟健康加在一起，哦，跟我们的每天的哦想法要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平安。平安就是咱上大的愿望，健康嘛是上大实实在在啦。有健康，有平安，咱人呢，这两项是咱日常生活用钱求不到的吼，就是健康甲平安。所以讲平安呢吼，是咱逐天呢吼啊，咱路面真卡，咱都会安尼想吼。今日骑机车也好啦，塞车也好啦吼，咱在做任何这个机动的工课，吼，不管八管八街啦吼，还是讲吼公安啦吼，这种啊，这拢是平安才是你的啦，哦，健康才有本钱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今日要来安排一块桌，大家做来欣赏啦吼。这个道，那咱北部吼，廖美玲师姐啦吼，伊讲梅香师姐，啊，我吼这几天啊都有闲咧吼，啊有去这个吼，啊宜兰，吼，伊讲去拜庙啦吼，啊，咱在讲的讲去甲庙里吼去拜拜，吼啊，但是呢吼，看到一尊吼。哎，不是金尊，哦啊，但是他写的是红军老子红金老祖，
我都唔知黄金老祖历史背景嘛，唔知黄金老祖是啥物款神呢吼？啊，就去罗湾寺，啊，位一楼、二楼，去你个三楼，雄雄看到黄金老祖四大字，觉得很有兴趣了吼。哎，老师呢，会使解说一下无？黄金老祖是啥物神格啦吼？其实吼，咱来去庙里吼，看到的专去看到啥？元始天尊、道德天尊、灵宝天尊，然后较侪三清道祖，伫道教是算上悬的身份。但是呢，有人讲无哦，也阁有哦，阁有阁较前辈吼，哦，阁较大的神呢，吼、哦、叫做黄金老祖。这三清道祖的师傅，讲黄金老祖就是三清道祖的师傅，因为伫吼、哦、咱道友呢吼，大家拢会提出来讨论啦吼。对这个历史吼，啊去甲对照，去甲看，黄金老祖甲元始天尊到底是不是同一尊神尊啦、啊、吼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到底是多一尊吼？啊，这是咱讲人呢，甲神比关系吼，啊是讲吼，伊的道果什么人较悬？黄金老祖较悬，还是元始天尊较悬？啊，咱唔通安尼。去甲吼，比如啦吼，因为吼，咱是上通开发修行吼，是安那讲这名词呢？有时阵呢是上通呢吼，开发修行的人爱悟性，悟啥物？伊这个隐喻的字吼，千万不要错解，这个名词真谛啊，唔好去混讲。黄金老祖有比元始天尊较大无？啊，三清道祖的。诶，老师是毋是黄金老祖？哦，咱拢比较开去，吼、哦，想法都一阵较大。所谓诶吼，黄金老祖呢，就是讲这四字，其实就是咧寓意咱这太极化两仪中的阴仪，而是后天老祖，就是寓意另外一个阳仪。黄字是黄带阴固诶意思，金字。就是你讲冰金，吼冰金啦，金就是冰金的这个隐喻啦，吼。因此，黄金这两字其实就是隐喻大大的平均。后来对这个意思就足清楚呀，吼。宇宙呢，相比大霹雳向下演化的时阵，拢是一团混沌之气，吼。啊，这团混沌之气呢，中也混杂着阴气甲阳气。吼、哦，啊，阳气甲阴气，自从宇宙大霹雳了后，阳气甲阴气，因为清柔属性之不同呢，吼、哦，伊就形成呢，吼、哦，阴降阳升了，吼、哦，啊，既然是阴降阳升，啊，这个气体呢，伊会旋转，吼、哦，这个旋转的状态当中，也就是清，吼、哦。金清之阳气上升嘛吼，那么阴呢，中落之阴气下盈，吼、哦，安尼呢现象对道家呢是咧讲，啊，就盘古开天地，先天上帝，伏羲创造先天八卦，爻辞秘历，吼、哦，这名词的形容呢，盘古开天地，这个盘就是形容气体，吼、哦，形容这个气体绕圆圈旋转的意思。哦、所以讲这个古，古字就是安尼、哦啊。所以咱讲盘古的古字，过来就是讲吼，隐喻旋转之云，犹如敢那吼一个形状同款。所以咱讲开天地顶三字指的就是啥？清清之阳气上升，中落之阴气下凝，形成了天，形成了地，啊、哦，这种的现象。所以这个先天上帝四字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讲玄天就是玄，好，咱讲玄攀玄的玄的隐喻字，也就是玄开天与地。好、哦，这个隐喻词哈，咱、哦、讲比如啦，比如哈，上、哦、述就是咧讲到名词无一，唔是咧因故宇宙的大霹雳了后，阴气下凝，以阳气上升了哈。哦这是一个状态，当然宇宙本来就是啥，本来就是混沌的一个气团而已，啊，无讲大爆炸就无产生太极，嘛未化作两仪啊，啊，经过爆炸了后，这个混沌的气团
吼，伊若无经过大爆炸，伊就未产生太极，嘛未化成两仪啊。既然无太极化两仪之三星，那么阴仪呢？吼，正好扮演分裂混沌，吼，这个归团的这个起重要关键，就是无这个阴仪的宇宙的万能，万象与万物就无可能演化出来，这个演化未出来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由于阴仪之出现，导致啊吼，啊，咱这个宇宙由这个混沌一气，吼，咱讲大大的将混沌之气，吼，这个气团呢吼，甲平均分成哦阴气与阳气，吼，因此阴仪就以红军老祖四字来音译，吼老，吼红军老祖这个老。老子因于时间非常非常的久远，老子就是非常非常久远，非常非常久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作理呢，就是因于讲吼，宇宙间的万灵万物以万象之源头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因此，吼、哦，才有这个黄金老祖四个字啦，吼、哦，这四个字，吼、哦，后边一个称为叫做明明上帝。那毛人讲是无极老母，吼、哦，无极虚空，这拢是啊，这拢是，这是一个比喻的名字、啊，然、哦、后，所以人讲黄金老祖又为，吼、哦，人讲又为什么会称为无极？吼、哦，称为，吼、哦，因为有阴仪与阳仪的融合，吼、哦，显化，吼、哦，然后宇宙间的万灵万物有万象的产生，阴仪。其实就是生化宇宙万物的母亲嘛，吼、哦，万物的母亲才称为无极老母，吼、哦。然后呢，咱也有一个明明上帝，吼、哦，有明明上帝，有无敬老母，吼、哦。你若敬无敬老母，你就会去敬这个明明上帝。吼、哦，这四个字呢，由来就是咧讲到阴爻之卦象。去甲命迄个命，吼，去甲号迄个命，因为阴爻的卦象其实就是两个分裂的吼阴，吼、哦、啊两个分别的阳，啊所以讲阴爻所组成的，大家拢会看这个阴爻，啊看这个阳爻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阳爻之卦象，咱就会当去悟出，吼、哦，这个称为吼、哦、咱的黄金老祖明明上帝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用这个阴爻甲阴爻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去甲称明明上帝，也是去甲称呼着吼啊，咱的这个吼、哦、阴阳既然分开啊，都无敬老母，吼、哦，都这个明明上帝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即马虚空的状态呢，咱道家有尊称叫做无极虚空，啊、哦，无极虚空，吼、哦，然后呢，无极虚空。然后就元始天尊这四字嘛是孕育元，元就是啥？就是咧讲宇宙最初的早期，吼、哦，始这字呢，吼、哦，元始这字的这个始，吼、哦，就是形容开始的意思，吼、哦。元始天尊有一个元嘛，吼、哦，元就是吼讲、哦、宇宙上初的早期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始呢就是讲形容开始。吼、哦，当啊要开始有元有始，因为宇宙大霹雳了后，阳气与阴气开始吼、哦、相共，故此吼、哦、咱的阴阳两气便开始产生了变化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元始能以来吼、哦，就是已经吼，甲、哦、解说叫做一阳生，有元始才有一阳生啊，啊有一阴生，吼、哦、一阳生，合一阴生。哦，诶，这种东西最初的能量嘛，哦，所以咱叫称呼叫做元始天尊。这两个天尊呢，是孕育一阳生，或者是一阳，哦，一阴，哦，生早期形成了后，在天地生成，哦，生成之前，哦，咱所发生的，因为阴阳两气相感到定位了后。先天的真正天甲地，唔只有正式的形成，哦，因此道家呢吼啊，则以这个天尊，
吼、哦，元素过来就以两字天尊，两字来音译叫小天啦、啊、吼、哦。咱这个天地达定位了后，吼、哦、清清之气升华为上，叫做天。那道家称为吼、哦、清清之气范围为太清界，太清界以中罗之气下应为地嘛吼、哦，有中罗的气才会当应为地。所以范围称为叫做上清界，阴阳两气混沌于中间。吼、哦，内底范围称为叫做玉清界，啊、哦，这就是三清界之由来。吼、哦，因此呢，黄金老祖呢，吼、哦，甲这个元始天尊两者根本不是只同一尊仙佛啦。吼、哦，这两尊的这个姓号，其实拢是咧形容阴鱼甲阳鱼。吼、哦，这分这个阴阳元始。气枪开始的文化，吼、哦，安尼好出来，吼、哦，并不同于天枪。所以咱修行人呢，如果那是讲真修，吼、哦，必须要悟出到经典中的每一段经文呐，吼、哦，或者一个名词所蕴含的真谛。啊，那无咱就执着于经典中的遐文字，吼、哦，遐文字呢，文字上，哦，文字有时啊，吼、哦，这个经会使咱人。迷惑了哈，人讲经真假，吼、哦、写出来，有的人写个吼，会使讲非常的含，无实际啦吼，写个非常的含，无实际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呢不管讲是啥物款的，啥物款的诶，哦，太上老君也好，吼、哦，还是讲三清道祖也好，咱讲红军老祖也好，伊要甲恁讲的，吼、哦，只是吼，互、哦、咱了解啦吼，互、哦、咱了解讲。咱呢，为无甲有，吼、哦，安尼去甲做一个吼、哦、解说啦吼，为无甲有去甲做一个解说。所以有时啊，咱讲吼，宇宙还未开的时阵，万物还未生的真正吼，伫、哦、这个太空，哦，咱定咧讲人来到这个宇宙，当然是一定有一个开始嘛，无一个开始，无一个开始，你要安怎讲？太空是安怎来？吼、哦？为安怎来？所以讲，混元归内底都有一体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一个灵体，道家尊称叫做混元老祖，吼、哦，傲慢讲阴阳为一体，混元归内底，还佫一个天归地归，吼、哦，天归地归，吼、哦，灵真，吼、哦，灵结化成灵体，啊，道家尊的叫做奉天，啊，叫做奉天老祖，地归地灵真灵结化成叫做灵体，道家。甲尊为叫做黄金老祖、混元老祖，伊咧操这个啥？操这个天地之灵，操纵着这个天地之灵。好、哦，这天地灵体是由啥？由后天老祖、黄金老祖、混元老祖。好、哦，伊来借天地之极，哦，乃宇宙之至尊。所以咱讲无极光天之混元老祖，是安尼讲无极天。吼、哦，无极光天的混元老祖，无极大罗洪天的护天老祖，无极大罗仙都洪金老祖，哦，这三位当中是称为宇宙三太老祖，对，前回咪先嘛捌讲过，吼、哦，宇宙的三太老祖，以上的部分呢，吼、哦，咱在这个昆仑仙踪之记内底一定有一个记载啦，吼、哦，像那讲护天老祖，吼、哦，是。天元属阳啦，黄金老祖是地元属阴，混元老祖以一化，吼、哦，元王老祖为水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到天地水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嘛就是咧讲道元有天地水以及阴阳，混元吼老祖则化作万物，万物依靠天地水嘛，万物啊依靠天地水啊，阴阳的培养。宇宙所有万物的存在，然后到灵符，有咱这个元庙，吼、哦，安尼一直个延伸落来，吼、哦，有灵符到元庙啊，吼、哦，开始来化这个万灵，灵符发出着，吼、哦，灵之阳嘛，吼、哦，元庙发出着，吼、哦，灵之阴，阴阳两气混合而生，化这万灵，吼、哦，这万灵嘛包含着金秀灵啦，所有的这，吼、哦，咱讲只要有灵。当中有包含，哦，但是呢，咱讲灵庙伊所创造的，吼、哦，咱的灵性都是包含伫咱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三宅内底，
吼、哦，三宅内底就是讲比较啦，吼、哦，咱讲天，吼、哦，天地人三界，吼、哦，天地人嘛是等于安怎？像咱咧讲的，人嘛是三宅之一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有天有地都爱有人嘛，啊，人嘛是三宅之一，啊、所以讲只要吼、哦，咱有灵符、灵庙、有官庙，吼、哦，然后有这个吼、哦、妖帝金庙，吼、哦，共三位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咱知影讲有灵符、灵庙，吼，啊个吼，咱来讲西方宝娘，吼，咱所化一灵伫无极天，吼，无极天灵，吼，化在太极中天，即位叫中天灵。所以咱即卖有个人吼，啊，伫咧讲到咧灵学啦、灵修啦，吼，讲我是先天的，还是中天的，吼，伊则都讲到这啊啦，吼，讲这个太极中天为中天灵。化在太极西天者为西天灵，化在太极南天者为南天灵，吼、哦，化在太极凡间者为太极，吼、哦，叫做咱一般的灵，叫做太极灵，叫做一般灵，吼、哦，有真侪灵学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去甲分别啦。当时万灵并不是讲伊是无国界，吼、哦，伊每一个部落拢总有立规矩的，所以就有这个教，有这个教呢，吼、哦。道家所谓通称的这神圣，吼、哦，混元老祖、黄金老祖、吼、哦，三太老祖其中的，咱讲三太老祖，吼、哦，显现上人开天高佛，吼、哦，这呢三清道祖，伊来讲理万教，伫讲啥？伊咧讲这个道德，教咱的仁义，伫讲道理，教道德，吼、哦，教义仁慈，用义正气，教导，吼、哦，咱这个教，吼、哦，之间的和平相处。哦，甲今嘛，咱讲咱每一个道派，吼、哦、派门、道理、道德、行善，吼、哦，这是讲立教，这有一个根本，立教要有一个规矩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三清道祖啊，记着万灵，吼、哦，然后野性善恶不分，吼、哦，因为万灵包含着山禽、野兽、山精、地灵啊，再来，吼、哦，伊不明是非的时阵，无法度去驯服的时阵，伊则个化。五风五露，吼、哦，佮化成五风五露，在无极里天呢，吼、哦，地理万灵，吼、哦，教导万灵，明辨是非，知恩报本，行善者优秀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经过吼、哦，咱人呢，吼、哦，有真济吼，啊，咱讲做对的，当然都是有上天呢，吼、哦，加庇普相，吼、哦，啊，若做唔对的。吼、哦，伊嘛有法度甲你拍落十八层地狱，吼、哦，为善者树敌，吼、哦，咱讲福，吼、哦，为恶者当然啦，就是爱受上天的管理啦，拍落十八风都地狱，或、哦、者就是咧讲着，咱的神格管理，吼、哦，天地管理人，吼、哦，伫阴阳化生，吼、哦，因呢一直延续落来因果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黄金老祖。元始天尊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三清道祖，有人称呼啊，讲黄金老祖是三清道祖的师父，这个我们不要去研究了吼、哦。咱讲天地既然开辟，分了阴阳，吼、哦、啊，分了两仪，吼、哦，分了四象，吼、哦，八卦已经来到咱这卖人啊，咱这卖人有够聪明无？有啊，足聪明的，咱这卖人吼、哦，有已经头壳吼。哦真正是有主啊啦吼，大家囡仔吼，细汉啊出世哦，我就感觉讲足聪明诶，喏啊，但是咱爱甲教好，聪明唔通叫聪明过去，你若甲教好，这个囡仔呢，将来都有路用，成为国家的栋梁、家庭的硬棒，吼啊，这就是你讲三宅之一的人，你必须爱甲管理嘛吼，啊，你无甲管理，哦，啊，咱这侪神，落来到这世间。伊当然是要管理啥，当然嘛是咧管理咱遮，吼、哦，咱遮所有的万民百姓一定爱做啊好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我们要做一个优质的人类啦，吼、哦，优质的人类就是讲不要去，唔通去做一寡吼伤天害理的代志，要做一个吼、哦、啊淳朴优质的人类，吼、哦，我们能够在孝悌忠信的二念体内底，这个范围内底，咱无吼。哦咱无因为安尼来活累，那安尼咱就是一个优质的人类啦，优质的人类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
来，咱即摆来听一段，吼、哦，咱讲佛曲啦，吼、哦，这真久没想无安排，即摆来甲安排一段祝如。人要做一个优质的人类，吼、哦，不管讲咱是五搞性现身心啦，吼、哦，拢是要教育咱的吼人与类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无论伫讲八宝、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。连体然后，咱成为一个优质的人类然后。游在轮回路，一路要知足，勇敢歇心去付出，以欢喜心来守护。在轮回路，一路要惜福，用大智慧去领悟，以大慈悲来道主。所以成为一个非常优质的人类，那是很好的哈。今天连续假期哦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、哦、所以呢、哦、北上的应该都会堵车了、哦、啊，今天要有时间啦吼，咱要回来慈天庇圣宫啦吼，啊，来参加春季法会啦吼，啊，是讲哦，咱这个法会哦，有人在问啦吼，问讲啊，梅香师姐，啊，咱这届吼、哦，这届这个啊，咱讲台东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泰鲁格号呢，吼、哦、发生这种这么大的问题，那我们讲呢，有做什么样的一个，哦，咱讲有啦、啊，一定有的嘛，吼、哦，咱龙凤圣殿，吼、哦，已经喏，哦，铺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慈天必胜宫是三月十九、二十二一三天，啊，因所配合的，唔只是讲几啊百铺的经典啦，吼、哦，也个几啊百斤的这种啥，吼、哦，咱讲中药啊做。药供，然后药供，哦，这就是哦，咱讲伫慈天必胜宫
咱唔只是讲上惨上科技啦吼，但是咱爱去知影讲，哦，咱也是有即届发生，哦，拄到伫即届即个吼啊花卉吼，咱是阿袂做嘛吼，阿袂做，但是咱嘛是会甲即届吼，即个吼咱讲发生遮尼大即个伤害吼，五十几位吼，即个亡者呢吼，咱嘛是足希望的吼，足希望就是讲，然后即个信息吼。啊，咱拄着不幸都坐伫一台车，我们可以报名哦，报名不收费用，只要是这一次哈、哦、啊，这一次发生灾难的、哦、发生灾难的，因的亲人呐、啊，吼、哦、一定爱有来功德单哦，咱的灵呢吼、哦，咱大家拢是讲啊灵吼、哦，一定是爱个接灯的厝的做功德嘛吼。哦灵接灯的厝做功德，咱讲台湾全省拢甲做啊！这个灵念要甲调来遮听经，迄、那个灵念要甲调来遐听经，吼、哦，咱是爱互伊灯去厝了后，吼、哦，因的功德法师做完，吼、哦，功德法师做完安定这条灵性了后，其他所有的，吼、哦，咱即马在上经回向，拢是为这个吼、哦、空间输送了吼、哦，为咱的意念的空间输送，为什么？因为咱讲，伫咱这个宇宙的空间内底，只要你有这种慈悲心，你上经伊有法度得到的，就是咧讲，你要用那种冥想，吼、哦、冥想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届即个吼、哦、发生意外地点伫对，吼、哦、然后发生的人的名，吼、哦、咱若讲有伊若发表名出来，咱才有法度依据伊的名，吼、哦，安尼呢吼去做直接吼、哦、回向的功德。啊，咱每一个人，咱大家都有足慈悲心的啦。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心，伊拢希望吼念经要回向给因。但是我们就是会把它包括在51名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这个罹难者啦，吼、哦，罹难者，吼、哦，其余的就是说伫病院要过阿袂恢复的，我们都是送药师佛经、哦、地藏经，然、哦、后还有太救苦天尊的经文。哦、观世音菩萨的吼、哦，咱讲圆通自在吼、哦，天尊的诶，这个啊普度诸行真人吼，内底面那种波禅，然后这波禅好都可以，然、哦、后我们也会做，然、哦、后一样会做安尼，所以底下甲咱讲，然、哦、后每一个吼、哦，咱讲发生不幸的拢唔是家己吼愿意的，然、哦、后啊，咱厝内底人嘛爱坐爱顺便，然、哦、后所以讲伤心。嘛救袂活这个人，吼、哦、啊！人讲活的人嘛是同款爱安怎，爱有法度呢吼、哦，哎，尊人讲每一个亲人都是我们的吼、哦，人讲心中的一块肉，吼、哦、要一个挂下当然是无法度，但是爱慢慢啊去适应接受，事实都已经是事实啊，袂使讲甲咱吼。要伫世间的人吼，一直折磨折磨，痛苦痛苦，安尼肉体到尾也无好。这个亡者颠倒会对不起你，啊，这个亡者颠倒伊会行袂开脚，你要安怎甲接引？吼、哦，伊就是无法度行，因为有伤心的爸母，有伤心的母囝。吼、哦，咱今仔日看伊咧伤心，你才行会开脚。吼、哦，你讲太乙救苦天尊母娘要接引，伊也是要吼、哦，咱的做。做家中的这所谓六亲眷属，也要有这种心，哦、祝福他离苦得乐，吼、哦，同款爱用欢喜心呢，送伊，吼、哦，离开去极乐世界，安尼呢，咱才袂去把伊的心丢掉呢。这条魂呢，甲咱是同心，吼、哦，六亲眷属甲咱是有亲缘的关系，有这个血脉亲缘的关系，你没办法割舍，他也没办法离开。啊！你讲到位啊，要甲做，要甲上经上宝忏，要甲上偌济，伊个灵都惊未来到这个所在领受，吼、哦！安尼呢，嘛是伊个挂碍，要搁阿未放下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体系啦，吼、哦！就是第一人家属，吼、哦，知影，吼、哦！那到位啊，你做法会家属上好，尽量爱参加，吼、哦！你参加，你惊甲对，伊就对你甲对。哦，啊！你有参加这个会场、法场，吼、哦，人咧做这个所有这个超度法场，有徛牌的，绝对，吼、哦，咱讲往生的这个亲人啦，吼、哦，往生的亲人也对咱
哦，对咱这个哦，要在阳世间，你要甲做这个哦，啊，咱讲人做团体的，这個、你要参加的，有甲你插一支牌啊，底下都是中牌嘛吼、哦，这个你都是爱有亲人来，伊就对亲人来领受了吼。一来无吼，大家拢是伫宇宙当中吼、哦，以这个空间、宇宙空间的能量场，以你的慈悲。哦，功德力啊，去回向，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让领受到恁的爱心，会当领受到恁的慈悲愿力，然后其实都可以领受得到。但是要搁较好的就是亲人啊，哦，亲人有法度先放下，因才有法度离苦得乐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今天呢，要来讲这个感悟，每一个人啊，讲厚积薄发，堪当重任啊，做大事爱有人才啦，吼，现在讲做大事的人是人才，啊，做大事做大代志嘛是爱有人才。易经来甲咱讲啊，讲吼，才能浅薄而地位尊贵，欠缺智慧。这样的人去谋土大事啊，去除谋大事，必定能力不足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咧讲，人如果若担当重大责任，吼、哦，伊是无啥物款的这个吼、哦，咱讲真正的灾调啦。啊，拄到灾祸的时阵，伊也无再去处理代志。所以咱讲，薄积厚发，奋发向上，要取得进步。咱若讲，你有做到迄个官职，哦，你也爱做认真，一直提升你自己，一直在，好、哦，一直在提升你自己，才能堪当重任呢。安尼则，你做一个官员嘛，同款呢。好、哦，所以咧，甲恁讲吼，要安怎激发自己的潜能，知识在头脑中的累积，或者就讲利用所积的知识去创造价值。好、哦，无这个好，积、哦、变没有花。鸡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花，花是什么？子鸡不花叫做失呆子了哈。刚才认真地读册，认真地读册，但是无用武之地啦，无用。好、哦，只想，但是无实际，叫做空想。好、哦，咱外国的科学家呢，曾经把咱人分为三种类了哈。讲三角形的人才，就是菱形人才扣掉三角人才。三角形的人才及下平上尖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讲，一虽然那种基础是雄厚，但是头脑敏捷，好、哦，咱常咧讲，伊有迄个基础，好、哦、啊，真上高的这种头脑，好、哦、啊，头脑嘛真敏捷，是一个杰出的人才，就敢那像牛顿、爱因斯坦，好、哦，爱因斯坦跟牛顿这种是啦顶尖的啦吼，菱形人才，好、哦。但是呢，吼，咱讲只吼基础相对薄弱的，但是头脑敏捷的人，大部分呐、啊，科学家吼、哦，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也很多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讲吼，人呢，伫咱正处于知识爆炸的年代，就是咧讲咱金嘛，吼、哦，咱金嘛就是拄啊好处在这个知识吼爆炸这个年代，各种的新知识、新观念层出不穷。哦、令人目不暇接、哦、所以说若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去获取无限的知识，显然呢、啊哦、我们现在人呢、啊、不去研究就越来越退步了、哦、这就是需要说我们有选择、哦、去转机去累积、哦、大程度的去开发学以致用的方式迈向成功的途径。所以现在孩子你看头壳都很好的、哦，所以咱讲，包括占面内底啦，充分要利用咱家己的知识去创造价值。这个人不论还是有外渊博啦，最终价值体现的就是在成就上面。吼、哦，像咱历史咧讲的这个姜子牙，吼、哦，诸葛亮，何为万户经纶呐、啊？学富五车，但是伊若无出这个山去辅助君王，成就一代伟业，吼、哦，江陵老。那讲终老年间呐吼，咱咧讲姜子牙若无出来，吼、哦，伊伫咧渭水河钓鱼呢，吼、哦，安尼呢去拄到，吼、哦，去拄到明主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吼诸葛亮伊那是还佫伫咧山林内底，吼、哦，无因为三请，
哦，咱讲孔明要哪会出来？哦，因为呢有咱这个啥老毕呢三请孔明，所以唔只袂终老人间，因只是哦为最后一个依附呢五梁关中的一个温书而已。哦，就是咧讲到强主啊，那无去拄到，哦啊，咱讲好的明主，哦，周武王他有可能一今日个当成就甲安尼。哦，五梁关呢，吼，就是啊，咱讲温基的所在，就是讲诸葛亮，吼，伊知名度，伊要哪我都超出，就是当然啦，吼，世人历史敬仰的，吼，伊的学问唔是讲深甲足深，但是伊的功勋卓越啦，吼，嘛是咧讲到，大家呢，拢真，吼，真赞叹吼，啊，咱的吼诸葛亮，吼，所以讲，人呢来到这世间，你。在你的人生中有多少优势啊，哦，你的人生中有多少优势，认清自己优势的并把你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就是你的，哦，人说不是这些人你就不可能成功，哦，埋没自己的优势，哦，还是在山林中成为一个隐士，啊哦，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说，哦，每一个人，哦，有针对的，哦，咱家己想要学的，你有针对去学习，你就会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就是咧讲，你要吸出你的知识，你要学以致用，力图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成果。我们需要掌握，爱掌握知识啊，吼，哦，啊，看今嘛这个时间，吼，哦，你掌握到是不是？你有法度去实现呢？吼，哦，你有法度实现呢？啊，当然啦。你马上就会发现，哦，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时候，就是咧讲，那真正一个大项嘅工课要让你做嘅时阵吼，啊，你感觉我机会来啊，啊，唔过我的经验真少咧，这个机会给我，但是我都无迄个经验嘛，我嘛无迄个实践，所以讲这个机会给我，我嘛白白无法度去接。是安那讲，人甲你讲，这个工厂这么大，第一人本钱无够，知识无够。哦，你家己的这个啥历练无够，你敢敢去接？你嘛唔敢去接啊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迄个时阵你就会感觉讲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啦，切到用时方恨少。少就是讲，少嘛是要安怎去马上去补救，有时啊补救未来啊，马上要补救也没办法补救。所以讲吼，哦，咱呢，吼，哦，既然要创造价值啦，咱就是爱。唔通做一个吼知识的盲点，唔通做一个知识的盲点，哦，那做一个吼知识的盲点，最好呢，你就是要去，哦，学啦吼，爱去学，唔通做一个知识的盲，这个盲者啦吼，你的迄，那个盲点当中你拔未开，这样工课你嘛做未好啦吼，所以呢，这易经呢，常在甲人讲，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，而是才能是否可以胜任的问题。哦，这就是咧讲，咱人常咧讲知人善用啦，啊，上好的知识应该就是交集，哦，像那讲你有够迄个知识，人就知人善用，哦，佫一项就是啥，人要有法度甲你，哦，信任，那知人善任呢，哈，哦，当然呢，谈到领导，哦，也谈到什么，谈到一个人，哦，你要所在知人。其次再，哦，把责任丢给他，知影这个人确实做会到，哦，所以咱甲咱的重任，哦，可以来承担，哦，自知之明是最大的聪明，而刘邦呢，确确是有自知之明的人，而且也非常清楚，哦，伊嘛知影一个领导者最重要则是啥物，最重要是啥物，上好就是讲激发部下积极性。但是一定要有军师嘛，哈，有迄个军师，伊才有法度有法度激发这部下，哈，去较积极嘞，哈，啊，这个军师也错嘞，哈，会当互你减少足侪损失，是咱家己下属有虾米款灾灵，咱唔才有法度，哈，为迄方面，哈，去争取，啊，那无，咱的下属都无一种灾灵，你干那要派去遐，就只有一干那去护士而已啊，他们没有什么长处。所以必须要有什么位置最适合的，哦，一个领导最大的才能的人来领导，
哦，所以就会去三请孔明。所以讲，事必躬亲，领导绝非是。哦，咱每一个人呢，哦，每一届啦，讲掌握了一批人才，咱把爱甲放在，哦，咱讲适当的位置上，好因充分的发挥长才。哦，咱不管讲是老板的孙谋，这个根本的道理，哦，也是要让我们学习啦，哦，好，咱讲老板为什么呢？吼，伊会当吼当用吼当用到这么好的人才，吼手下各官务张飞赵云，吼这些所有的这个名将，但是呢，吼伊也过一个啥，啊也过一个吼，咱讲孔明，所以呢，咱定咧讲曹操刮目相看，刘备曾经因为感慨讲这个。曹操呢，甲这个吼刘备讲呢，讲你得到一个吼名将，然后就是咧讲桃园三结义内底关羽、张飞、赵云，这拢是你的名将。但是你佫得到一个生死以共的，吼、哦，诶、那個，迄个吼，咱讲孔明呢，你会使讲是足充足的，吼、哦，已经很充足。所以咱人咧讲吼，三分天下有其一啦，吼、哦，你成就了一番事业，吼、哦，这。到尾啊，吼，嘛是同款啦，吼。咱每一个人讲，不管做什么事啊，吼，讲一定要有准备啦。你无准备，咱讲将官高金啦，大凡成就一番大事的人，莫不过是人格力量，还有共同点就是知人善任，兼有容人之量啦，吼。要有这个用人之度量啦，吼。历史上的贞观贞帝内底。哦，这个汤，哦，权盛世，哦，莫不如，哦，君贤臣德，君必先贤嘛。所以讲，君那是有贤，后边才臣对忠德。君不贤是臣不德嘛。哦，啊，臣当然啦，君臣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啦，吼。但是必须要相依存，互相，哦，互相扶持，不是互相对立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君。神吼、哦、当中吼，拢、哦、是一种矛盾的关系，因为既相依存又互相对立，共处于统一体系当中吼、哦哦、在这一矛盾当中，作为核心人物的君是发挥决定作用，但是呢，人无完人啦吼、哦，像诸葛亮的清高、张飞的懵懂、关羽的刚愎自用，都是其中。不足的一面，用人之长就是要容人之短、啊、所以刘备对关张用其刚，对诸葛亮用其谋，扬长避短、啊、恰到好处、啊、所以讲这些历史，唔知道我都一直牢牢个记嘛。吼、啊，啊那无呢？三国，你也看，啊，一世界电影演耍嘛是搁咧演，演耍嘛搁咧演，吼，啊，就是演一段一段，吼，长坂坡吼上精彩的就个演一段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关公呢，何以说过五关斩六将？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一段一段。为什么这历史上介精彩，拢会搁甲提出来演，甲搬做戏？吼、哦，啊，做错嘛，做错诶，这个观点做错嘛，做错诶厉害。啊，所以讲曹操也有曹操的故事，《三国演义》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底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军神嘛是有一挂厉害关系。也有一些矛盾的关系啦吼，啊，所以有时阵吼，咱讲加减啊，甲听吼，哎，感觉讲哎有道理啦吼。如果咱也是需要服务啦吼，慈天必尊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就是咧讲，咱讲的节目呢，最主要是讲吼，加减啊，为这历史啦吼，加减听一下，吼，啊，咱这个神的神格加减了解一下，好，过来就是咧讲到这个灵学灵修，吼。有一挂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来讲，问题出在自己，还是问题出在，吼、哦，像长头人问我讲，吼、哦，哎，母牛落架，吼、哦，直接就搞破个足面的，吼、哦，讲我呢，有领着龙凤旗呢，我足惊吓呢，讲我出事哦，做红鞋啊，我都领龙凤旗啊，哦，啊，梅香师姐，我出事。
红鞋啊，换一个我就领着凉风机。我讲啊，这是倒一阵甲你拍的，啊，倒一阵甲你讲的。伊讲啊，都母娘都甲讲的吼。啊，这我出事就领凉风机。啊，我即马你看我要安怎？我讲要安怎？出事啊，领凉风机。即马你应该就是爱做母娘的工课，要那无就是爱啥？爱做新鲜的工课，因为出事就领嘛。啊，出事了，你也就表示你先天啊。这条灵灌来这个世间，凉风机就拢给你啊，就表示要你做工课啊嘛。吼、哦，伊讲啊，不过我都也无迄种，也无迄种胆量嘛，无迄种胆识啊嘛，也无迄种吼，像伊讲的安尼，遐尼啊闲的代志，我拢接有咧，我嘛无咧。安尼，我领个凉风机啊，拜拜安怎？所以讲，咱人吼。那讲到这个灵学灵修啦吼，不管讲是母娘老家给你派啦吼，有时啊是一种鼓励啦吼，啊，咱安尼讲好啦。那我咧讲也是讲，卖去讲讲吼，人哦，给恁派这么大责任吼，恁两红旗唔是小可代志，哦，出事你就领来，安尼你细汉的时阵一定足聪明的，足聪慧的，足有领导能力的，尤其是对神，给你的这个感受，你一定比什么人搁较灵光。比什么人更加在情啦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家己去试看，咱自细汉到今嘛，咱有得到上天吼，给咱的这个能量加持，或者是讲，咱有特别跟人无同款的这种智慧，还是咱有特别更加无同款的，就是讲你的第六感比别人更神准，吼，什么代志你拢会先知影、知觉到，吼，这呢，你出世就领两红旗，应该要有这种的功能。哦，要那无你个想咱的天上圣庙啦吼，妈祖婆，伊29岁就升天啦，喏，因为伊是专灵之鬼下降来人间，伊是专灵来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伊要得到东湖点灵，嘛就爱有人吼、哦、去改点化，东白点灵安怎用，吼、哦，然后呢，伊来成就，嘛就爱伊愿倾牺牲呢，吼、哦，伫这个。人危险的时阵，伊个跳落到海底，吼、哦，倒落海来做师姐的，吼、哦，做一个牺牲。这个肉体直接倒落了，就肉体就死呀。这个肉体就等于废呀。但是伊个灵呢，直接，吼、哦，咱讲三魂合一，吼、哦，身为妈祖心灵、心格，吼、哦，这个灵呢，吼、哦，伊就是要以师姐，吼、哦，你才能够完成，吼、哦，以这个吼、哦。所有的吼练功力吼，也是讲法力吼，拢总是在修持之中啦。在修持之中呢，伊呢要爱先把这个肉体放掉，因为咱这个肉体吼嘛无法度飞啊，肉体无法度飞，你要走去海底，你敢飞去个海中央吗？啊，所以讲必然要牺牲嘛，死者了后就膝盖了后就是跳水嘛，跳水吼啊，这个肉体无去啊。了三魂合一，伊才有这个啥灵，吼、哦，人讲能量嘛，有这个能量，伊才发挥到救人，吼、哦，救人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的妈祖呢，历史你哪有甲读，吼、哦，伊就是啥，吼、哦，伊就是玉女来出世的，所以人伊是发大慈悲愿，吼、哦，道生在，吼、哦，这个吼贤良港，吼、哦，这个历史背景对下咱讲，咱是先天呢。都还是专灵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有足特殊的慈悲啦，有特殊的智慧，伊有真特殊的人格，跟人无同款，绝对是跟我们凡人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差天跟地啊！哦，所以有时吼，啊、咱我是感觉讲做机体啦，吼，不管你带母娘也好啦，是讲带什么也好，吼，讲话吼，也许啦，不要太夸张，也不要太夸大，但对这个众生是一种鼓励啊。你有一个天命之术，吼，啊，你就是爱来护道，你应该爱来修持，这拢是对伊有好处，因为是一个人格鼓励。过来就是讲，要让伊来做这所有的基建的工课、辅导的工课、使命的工课，拢要慢慢来，唔茫甲吓惊着。那吓惊着吼，有灵啊惊吼，着生惊会，等到会退刀啦吼。吼，尤其咱是慢慢啊去甲辅助，慢慢啊去甲开智，慢慢啊好有信心啦吼。你讲是唔是呢？来，咱慈恩毕生宫呢，吼，咱若需要服务，免客气啊。咱要参加这个春季法会来登记啊，吼，啊，豆豆啊登记，豆豆啊登记，已经吼差不多，咱过
个月无偌济，钱都差不多得要吼，咱讲完啦，啊，所以咱爱赶紧登记啦吼。伫咱即个三月十九、二十、二一三天的功德发挥，啊，若有需要香品的寄送，香香款速茶罐、白茶盘香、普林灯，咱直接敲电话啦吼，5916045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甘露洒人间，心如雪莲花自开。南海彩云吉祥照，慈悲普渡在人间。一本